心不良妨碍出一条片可以卖到几多块啦？你咁样计咩？而家系，哎呀，佢谂嘢开始变成一个 YouTuber 啦。Hello， 啲朋友早晨，我哋今日咧，又嚟新一集嘅 My Kitchen 啦。咁但系今日咧，就主要都系我负责讲嘢，因为点解咧？因为 Mary 神咧今日系冇化妆，咁所以咧。個鏡頭咧就唔係會好影到佢嘅樣嘅，咁同埋因為咧上次我哋咧係因為講日文咧，實在係打太多個字幕啦，我已經係唔想再打字幕啦，咁所以咧我哋跟住嚟嘅影片咧，我哋會盡量都係 focus 翻喺廣東話上面，咁我就可以打少啲字幕啦。好，咁我今日同大家介紹嘅乜嘢咧？近排咧其實都唔係近排，其實舊年前年咧都興咗一段時間㗎啦。譬如我形容下手上面呢、這個 Beyond Burger 嘅呢一啲嘅用豆嚟到製造出嚟嘅一啲仿製肉類，咁啊同大陸嗰啲咧用紙皮嚟到做肉咧就唔同嘅，呢啲咧就用大豆用嚟做原材料，跟住做成嘅一啲vegetarian 素食嘅一啲嘅肉啦。咁啊呢一個係 Beyond Burger 噶啦，跟住之後我哋仲有一個咧，呢、這個 The Meatless Farm Co. 應該好似係加拿大定英國咧。跟住之後仲有一個咧，係呢一個嘅 Omni Pork。係啦，咁就係咧今日就同大家介紹同埋試食呢三款嘅。vegetarian burger， 咁呢三個咧 ，meat free burger 冇肉喺裏面嘅一啲嘅牛肉漢堡排，咁我哋今日試一試呢、這個，睇下究竟好唔好食。因為咧，我係一個非常非常之中意食肉嘅人嚟嘅，每一餐飯咧，如果冇肉喺裏面嘅話咧，我就會嗌曬救命，同呢個人講咧，就同呢個人投訴嘅，我會。咁今日咧，就睇下究竟係咪真係咁好食啦。喺我哋準備緊煮飯嘅時候咧 ，Mysa 係出咗去個露台度，去到收穫。收割呢一個嘅葱，笑咗。誒，これ普通に焼けばいいんでしょ？普通に焼けばいいと思う。俺もやったことないからわかんないんだよね。これ。呢個裏邊咧最出名嘅咧，我諗相信應該會係呢一個 Beyond Burger 啦，因為佢喺美國又上市又成咁樣，佢啲股票我都買過。佢呢個咧嗱，就咁本身就咁睇個樣咧，嗱呢一個咧就係呢個 Meatless Farm Beyond Burger， 哇望落去好水潤。唔夠熱喎，個喎一放落去嘅時候冇住啊嗰一下喎，我點解等個 micro 匂いする？でもツナみたいな匂いがする。Yeah！ 哇，佢嗰個煎緊嘅時候咧係有少少肉味喎，聞到。但係大家要記住啊，呢啲全部咧原材料係大豆嚟嘅。哦，呢一個新豬肉 Omni Pork 裏邊係咁樣嘅，佢唔係本身已經有兩塊喺度。鏡頭上面唔知道大家見唔見到啦？呢兩塊咧。就是这个的 Beyond Burger， 跟住之后那一块就是 Meatless Farm， 就咁望下去呢 Beyond Burger 那两块呢就比较上是湿一点的，那一个的 Meatless Farm 那一块呢就很干身的。我想这个呢基本上都没什么特别了，我们都是将它煎熟，跟住之后再试食，看看究竟好不好味，同埋究竟是几款里面哪一款最好味。耶！呢個人心情低落，因為冇化妝，因為係聽講佢自己嘅 channel 咧係唔可以素顏演出，唔係已經素顏過啦，已經素顏過啦，但其實冇分別啦，冇咗條眉喎，而家都睇唔到，啲劉海遮住咗，邊度有眉啫？係啊，我而家特登遮住，咁所以就唔會見到我冇眉。OK 啦 ，OK 啦。即係咧呢度嗰啲毛咧係唔知道去曬邊嘅喎，呢個眉嗰個部分係冇毛嘅喎。同我幾次啊？我都冇啊！我都冇問得啦。係啦，咁我哋今日咧，我哋又係有周庭喺度咧，同我哋一齊試食啊！呢個人近排咧，經常性黐飲黐食，冇啲有咩事？次次一嚟到就話有冇飯食啊？有冇飯食啊？一嚟到嗌有冇飯食啊？肚餓啊！上到嚟就因為 Mason 煮嘅飯實在太好食，我嗰啲生果啊，我啲零食啊，全部俾你食曬，你知唔知？我好節制啊！不過我今天我哋三款啊，頭先我哋一開始介紹過嘅Beyond Burger 啦，跟住之後有 Omni Pork 啊，跟住有呢個 Meatless Farm， 三款嘅由左至右。好啦，咁我哋咧左至右啦嚇，咁呢一個係呢一個嘅 Beyond Burger 啦，跟住之後呢一個係 Omni Pork 啦，跟住之後呢一個係Meatless Farm。我哋試咗 Beyond Burger 先咯，最出名嗰位。呢個係三個都係全素噶。全素，完全冇肉喺裏邊。我好似冇咩食過全素嘅肉。係咪煎得太耐呢？好似好乾嘅喎，好似唔知我好少食啊，所以完全唔知道一個正確嘅版本應該係點樣樣好啦，咁啊食嘢嘅畫面咧，我哋睇咗佢食先。
真的好像肉一樣，但是好像有點乾，因為煎得太久應該是。這個 Beyond Burger 吃下去是真的好像肉，但可能因為我們煎得太久，我們煎得乾得滯。因為剛才我們在煎的時候，因為它不是肉來的嘛，我們是不知道要煎多久才煎熟，所以我們煎得久得滯，所以太過乾。但挺好吃的，這個 Beyond Burger 挺好，十分滿分。我說十分滿分，以好，不要說它像肉還是不像肉，好吃與不好吃，八分，那麼高分。我都差不多是八分的，我都是七點五或者八咁樣。好，咁跟住第二個呢，一個係Omnipork， 佢另外嗰兩款咧就好似嗰啲色，咁佢呢一個咧就係淺色啲嘅，因為佢呢一個係扮豬肉。哦。Beyond Burger 同埋呢一個嘅 Minas Farm 應該係扮牛肉嘅。好啦，咁我哋試呢一個。平時我諗我食一啲全素嘅扒咧，都唔係就咁食。多數可能是外面 serve 一個漢堡包咁樣咧，你會食埋啲沙律醬啊、菜啊、番茄嗰啲味，所以你就唔會好單獨咁樣試到嗰陣味係咩味咯。我唔好中意講咩，即係好似要單獨咁樣去食一塊全素嘅扒咯。多數都係夾埋其他有啲醬汁又剩咁樣。呢個 Omnipork 麻麻喎，呢個真係麻麻喎，呢個麻麻地。因為它的 package 都好像是教人用來做餃子啊，用來做其他東西的，它就不是說這樣整塊一塊扒一塊扒這樣的，但它這個味道很淡，味道很淡，淡到好像沒什麼味道。這個麻麻，我想我真的是五分了，這個四分，四分而已，哎呀死了。不過我們呢最後一塊第三塊，你們吃什麼呢？吃什麼呢？吃沙律菜。最尾一塊，最尾一塊呢個係 Midas Farm， 係啦。Midas Farm 呢個咧，咁我哋又試下究竟佢係點樣啦。佢呢一個咧，就應該係同呢一個 Beyond Burger 一樣咧，都係扮牛肉嘅。咁啊，望落去都似樣啦。咁啊，呢一個咧，我哋食一食試下啦。呢個係英國做嘅，係嘛？係呢個英國做嘅。美國、加拿大、英國。呢個冇咩味咯。冇味。如果淋翻啲醬汁啊，有啲鹽調味可能會好啲嘅。如果你以一塊仿肉類嘅扒嚟講咧，呢一個真係唔係咁好。但如果唔當佢係一塊仿肉類嘅扒嚟食嘅話，咁就 OK 嘅啲味道。6.5啦。我會寧願俾個新豬肉高分啲咯，如果咁要去對比嘅話。因為這個呢，根據它的圖，它要就是直接當扒吃，要就夾在漢堡包吃，但這個是可以有些比較中式的做法，餃子啊那些東西咯。可能我覺得如果這個整做漢堡包和這個整做餃子，我會寧願吃個餃子咯。我的出發點是這樣咯。這三塊很明顯啦，我們兩個人的意見都是一致的，就是 Beyond Burger 最好吃的。所以為什麼它最出名呢？那它多貴先？它是不是最貴啊？你不可能天天吃咯。不是，這三款都不可能天天吃。即這個真的沒記錯，好像是70元。兩塊。兩塊。所以你是不可能天天吃的，不可能。70元兩塊，我出一條片可以買到多少塊呢？你這樣計嗎？原來現在是。哎呀，他想東西開始變成一個 YouTuber 了。因為 YouTuber 想東西呢，是會想我要拍多少條片才可以 recover 到那個 course。你開始想起像 YouTuber 了，非常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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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過今天這個呢，我們這三款的 Burger 呢，所以為什麼呢 Beyond Burger 呢最出名呢是有原因的，因為它真的最好吃，吃下之後我們都是晚飯時間了，現在我們真心是肚餓，這個人已經是不停止在這裡吃草了，已經是。你是不是真的很肚餓？因為我想吃回真的菜平衡我心理。是啦，那你三個呢，就Beyond Burger 最好吃啦。如果大家是只是三選一去選的話，就只是買這個 Beyond Burger 就夠了，我覺得。好啦，那我們今天試食到此為止，那我們真的要吃飯了，因為 Mai San 呢都負責做 Camman 做了很久了。大家看看 Mai San 他自己那一碟Mai San 自己那一碟是只有一塊仔，菜都沒有。這個我們真的即場給大家看看 behind the scene， 我們是怎樣只是切一塊仔，因為我們每邊我們要切一塊出來給他的，我們要大家看看，大家執定最壞切幾小塊，這個是我切的，這個是我切的，對啊，這個是大 J 切的，這個是我切給 Mai San， 這個是大 J 切給 Mai San， 大家看到個差別待遇啦。我切很大嚿喎，但你切的那塊是不好吃的那塊來的，不是，這個是 Mai San 指定的，Mai San 指定叫你切 Beyond， 我切英國那塊，是嗎？接著呢，這個是不是最好吃的？
沙律超好吃，因為是媽咪親手整的，這個是上次吃的那個牛油果沙律都很好吃。這個是什麼沙律？青瓜，青瓜番茄藜麥。什麼麥？藜麥。什麼藜麥？藜麥就是經常放在沙律那些很健康的 Kino 藜麥。まあ、これはまたあのマイキッチンで教えますから。呢個次回。啲人減肥成日食藜麥嘅喎。嗯。好食，所以你都要食多啲。黐線，我好肥肥噶。唔係，我冇講嘅。好，食飯，食飯。食得幾晚？